假如零零后当老师，我告诉你，刚刚也就是你拦着我，否则今天我要不把他们奥利给打出来，我都不叫张三发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俩双拳也难敌四手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儿指定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呀，张三发这是咋的啦？这不会是让人揍了吧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管好你自己得了。哼，活该。这节课咱们讲老师课间操的时候，张三发跟人打架去了。你怎么一天天老打小报告呢？你来学校不是学习来的吧？当间谍来了吧你？就是，你嘴怎么那么碎呢？张三发站起来，这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？老师你看呐、啊，都快被打成熊猫眼了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输了呀。我问你了吗？我上课你老插什么嘴呀、啊？出去站去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替三发找场子去。嗯。